感知广东老外进村摄制组来到珠海南澳村。Chinese firecrackers。一员外国记者戴维的龙舟梦，体验戴家人的传统活动。尝试农村帮工生活，感受戴家人的环保新概念。We're gonna eat these fish for dinner tonight。感知广东老外进村之戴家人的岸上新生活正在播出。珠海斗门区位于珠江出海口，靠海吃海，这个区域的村庄多以戴家人为主。南澳村正是其中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南澳村的大部分戴家人逐渐离开江河，开始了他们的岸上新生活。不过，戴家人的某些传统习俗却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他们新生活里的休闲活动。As far as I know, in China, there's only one time of the year when people actually go dragon boating, and that would be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f course. And this year,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has already passed, and I've actually always wanted to learn how to dragon boat. And I've heard that in this village, they actually do this all the time. So we can actually learn to dragon boat in this village, and that's why I'm here now. So let's see how it goes.师傅，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村子？可能是吧。OK。这里是南澳村，与我们想象中的渔村很不一样。只有河冲旁停泊的小船和一些沿河而起的房子，向我们诉说着村庄的背景。一下，大家好。哎，我听说这里可以学打龙舟。恰巧，村委会正在召开两天后的龙舟筹备会议。大家看到这位来自加拿大的龙舟粉丝，却并不愕然。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比赛吗？原来，这个村子早就成立了一个龙舟训练基地，村民不时都会遇到要学习来划龙舟的业余爱好者。谢谢。一轮寒暄。戴维成为龙舟赛男子组的新选手，不过前提条件是要跟这位梁师傅学习如何划龙舟。会议结束，已经傍晚。不过摄制组发现戴维似乎另有想法。没有，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问，就是反正明天早上我们都要，你要教我打龙舟是不是？是。然后，但是我今天晚上没地方住，然后我不好意思问，但是我今晚能不能？住你家一晚可以住你家吗？然后我可以帮你干一些活，可以。但是我在塘里住那个地方不是很舒服的。哇，那个没关系，那个不怕，我不怕，没问题。那不怕你可以跟我过去啊。真的吗？那真的。哦，太好了，谢谢。那我一起。好，谢谢。可以上吗？可以上了。好，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帮我很大的忙。你家离这里远不远？不远。不远。征得梁师傅的同意后，摄制组也跟着来到了梁师傅的鱼塘。到了。就是喂鱼的饲料是用什么做呢？这个是用那个鱼米啊，黄豆。这个做出来的，他们是吃素的哈。是。OK， 其实这个 smells a little bit like what I used to feed goats in Canada。有点像，就是它的味道有点像我以前养羊的。那你们拿来养羊但是我们拿来喂这个鱼的不？OK， 应该是差不多了。那你现在我们先去喂一下，好不好 ？OK， good。那你就帮我拿过去。把这个拿到饲料拿到个船上。船上 OK。Let's go. A little heavy. 和村子里大部分村民一样，梁师傅是戴家人，从小就跟着父辈出海打鱼。人过中年后，却还是决定回到村子里承包鱼塘养鱼。不是这种，不是那个秘方。等一下，我喂人鱼，我才告诉你慢慢好不好？行，就倒下去。倒多少？倒一包就可以了。一般。是搞清搞好一点。
养鱼虽不及出海打鱼危险，但是却更要用心。这种鱼叫什么？是龙秋鱼。龙秋鱼。嗯。梁师傅的龙秋鱼要每年才能收获一次，不过他从来不觉得需要人为的加快大自然的安排进程，他考虑的反而是其他。那你说你怎么可以保证这里很环保？这个环保啊，是我们的饲料里面添加这个立方下去是环保的。秘方你还没跟我说清楚是什么东西。这个里面的是有这个苍蝇虫。苍蝇虫那是一种虫啊，是一种虫来的，是环保的，是绿色食品的。那你的意思是现在我全身上的这个粉都是虫吗？啊，是虫粉啊。Good. I've got like bug dust on me right now. That's great. It's in my eyes too. 在我眼睛里面。环保绿色这些字眼对于梁师傅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养鱼之道，而大自然也不曾亏待这位疍家汉子。你说你在这里有多少条鱼啊？这里有十万多条鱼啊。十万？是啊。你可以卖多少钱吗？十万条鱼？十万条鱼可以卖20多万啊。20多万？是啊。 Oh my god, 200,000 RMB for these fish, that's amazing. 哇，还可以。现在梁师傅每天要照顾两塘鱼，其中这塘鱼即将可以收成，大半年的辛苦付出丰收在即。它们好大啊，比那边的大很多。是是。哇， these fish are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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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ger than the ones over there, really big. 这些已经可以吃吗？可以吃了。已经可以吃哈。嗯，今天晚上我们没有什么好菜给你吃，等一下我们拿几条去吃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吃这些鱼。哎，就是吃这个鱼。OK OK、We're gonna eat these fish for dinner tonight. Alright. 放一点姜，爆香油锅，这位不善厨艺的疍家男人也只会用最家常的方式烹调他的龙秋鱼。为什么现在养鱼不打鱼呢？现在出海很辛苦啊。哦，出海很辛苦。打鱼很辛苦，现在回来养鱼就没有那么辛苦。哦，哪一种挣的比较多？是打鱼还是养鱼？就是打鱼不多嘛。哦，不多。养鱼现在养好了就高产了。哦 ，OK， 那养鱼好哈。也没有那么危险。啊，现在养鱼没有危险了。好，没危险。都在家里做哈，是吧？那很好。哦，这个现在比较像能吃的菜。是。谈话间，菜熟饭香。可以吃它的皮吗？可以。嗯，试一下。嗯，好吃。可以吧？对啊。它像什么鱼？那我没吃过这种鱼，真的。我们这种味道有点不一样，有点奇怪，而且里面有什么东西？这里不是那个是可以吃吗？是可以吃的，都是可以吃的。吃饱饭，梁师傅还要在鱼塘守夜，作为帮工的戴维自然也要继续工作。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哇，没电！今天晚上没电哦。停电会对鱼塘的供氧造成影响，戴维赶紧帮着梁师傅去鱼塘撒供氧粉。那怎么就撒一点下去，就等一下我们先发电就没事了。这个会给他们氧气哈。是啊，氧气的。哇，那么高科技。哇 OK， 那现在他们没事了啊。没事，把这个发电机打起来。哦，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可以。哇，这个我怕有人会撞到。啊，放这里。鱼塘虽然备着发电机，不过由于村里极少会停电，所以很少会派上用场的发电机，一时之间也不大灵光。OK， 好像在这里要停下来。不行，那么怎么办？幸好电停得突然，但来得也快，解了他们俩的燃眉之急。不需要这个，关掉吧。怎么关？哎呀，那我们可以
休息是不是？休息一下，韩姐。不用。啊，哦，热死了，真的好热。休息。哦，小狗狗。那今天晚上你就委屈你在这里睡一个晚上了。OK OK， 没问题。啊，也很舒服。啊，我在里面睡，谢谢 你在这里睡了。行行行行，那谢谢。Well, I am tired. That was a really, really long day of firsts. I mean, first time I learned to take care of fish in a fish paddy, I gu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time I sleep on a wooden bed tonight. And I think that, I hope that goes well. I'm not sure how that's going to be, but here's my bed. But what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s learning to row the dragon boat with Mr. Liang tomorrow.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really, really exciting. So...I'm off to bed. I hope nothing unexpected happens tonight, like power outages. That's crazy. And I hope we all get a good night's sleep. All right, let's go. Sleep time. Whew. Whoa, that was a good show.第二天上午，梁师傅如约带戴维到了河冲，准备教他划龙舟。啊，怎么上船？哦，这个好烫。啊，小心一点。OK，没事没事，谢谢。好，就坐在这里。坐在这里。啊，向哪个方向？就是坐在这里可以了。然后那个，我们这样滑过去。我们这样滑。啊，那我们怎么？先开头。开头。走。酷。OK，然后怎么这个怎么用？这样。这个手放这里，这个手这样，就是这样、啊，这样，还是这？我们把这个船拿到岸边去。OK， 怎么 OK 这样？那现在我们两个人在船上爬，最多可以坐多少人？这个船可以坐14个人，就是我们有这个鼓，打鼓的。跟着鼓爬，跟着鼓一起，他打一下我们就爬一下了。哦，他打一次我们爬啊，然后所有人一起爬，同时爬，那你爬就可以了。OK， 好，走走。那我明天比赛的时候要不要注意到什么东西？因为要跟很多人爬。你明天你在比赛的时候，你一定要跟着我们的队员，看着我们队员是怎样爬，你就怎样爬。哦，好喜欢这里，好舒服。哎，你们是不是经常爬龙舟？啊，不是，我们有时间就过来爬，因为我们是疍家人。哦。啊，有时间我们就过来活动活跃动一下，这没有什么意思的。哦，就是想活动就活动。活动就活动一下。等于我们的健身房。是。去健身房健身。啊 ，It's like they do this. I guess it's got no real.Purpose or meaning is just for exercise. It's like us going to the gym, working out. It's a workout. It is actually a workout. I feel it in my shoulder. It's really good. I could do this every day. I love this place. Hello. 一个上午的训练，戴维似乎掌握了划龙舟的基本技能。I think the whole concept of the boat is very very similar to.Like native canoes where we're from. So our canoes only have 2 seats. These have like 14, so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And we have no drums either. But it should be a little bit similar. I've tried this a couple of times in Canada. I'm not very good at it yet, but we'll get the hang of it before tomorrow. The day of the race, the sky is beautiful, the sun is high.若按照传统来说，龙舟赛一般只有男人参加。不过，在南澳村的比赛却是男子组对抗女子组。感觉怎么样？一般男的比男女比，你还一定存一点经验的嘛？应该是。南澳村的疍家女人自小和男孩子一样喜欢划龙舟，自然有另外一番说法。All right, let's go talk to the girls and ask the same question. All right.哎，我想问一下，你感觉跟男人比赛有什么感觉？我俩又干了，我把导演给了。虽是村中常进行的活动，村民们也依照他们的传统做准备。哇，
interesting, very loud. Drums, cymbals, and Chinese firecrackers. 一路上锣鼓开道，鞭炮在后，象征着赶跑不好的运气。而戴维也却和他的对手大妈们聊开了。蛋家女人小麦色的皮肤虽然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但却别有一番健康美的韵味。我喜欢这种。龙珠队伍来到了河冲边，稍事休整。他在做什么？Well, she hit me with a branch, and it's gonna bring everybody good luck. So there we go. That's good. 阿姨，你们在烧什么？啊？在烧什么？烧啊？烧什么？烧我嗰啲嗰个坐地公公啊！要有我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噶。这个水是用来做什么的？饮啊，坐地公公饮。哦，也太想喝。这些传统习俗在大家村民眼里见惯不怪，戴维却颇感新鲜。Okay, so this paper that they're actually burning here is fake money. It's actually paper money, and they're burning it as a blessing to God, so the God will bless the village. I guess it's for their local God, and it's a blessing before the race. 梁师傅，接下来我们就怎么 ？OK, 我跟着你。各就各位后。戴维期待已久的龙舟赛即将开始。The dragon boat race is about to start. It's my first dragon boat race ever, and I kind of pray to God that he's going to bring us a very safe and. 你的腿。Oh, 你的腿。Okay, just. 俾我哋摆。其实这次比赛结果并不重要，对于村民而言是大家农忙之余相聚一起的快乐活动，而对于戴维来说，除了圆他的龙舟梦外，也让他有了更多的感受。 Ever since coming to China many years ago, I've had this dream of taking part in a dragon boat race.And today that dream finally came true. I'm so excited. And I also noticed that people here have this incredible love for nature in the way that they go dragon boat racing, in the way that they grow their crops, in the way that they raise their bees and their fish. You just feel this love for nature everywhere. And because of their love for nature, I'm sure that nature will love them back. 这里的疍家人祖祖辈辈在海上讨生活，顺应大自然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哪怕是如今他们已远离江河海洋，上岸生活。环保、有机、生态，这些看似新概念的词汇，对于他们而言，也许只是换一种方式延续他们的老习惯。